下接下来讲的所有的内容，就是出了这个门之后，请务必没有必要的话，不要跟其他人提起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整点开始的时候，想象一下，就是西马头店一拉开之后，就看到这个金牌桌。2009年10月11日，农历8月25日，良辰吉时。那进到码头里面的第一件事情是拜拜。那拜拜完之后呢，他们会被带到码头的平台区域，然后会有安全事务组的人进行就是整个安全告知，就是在我们场馆内工作的安全告知。结束之后，他们就会从这个门，然后进到剧院里面，然后开始分散各组开始工作。这40个民众，他们会被分为舞间组、舞台组、灯光组、服装组、视听组，总共5个组别。我是舞间组。舞间组大概就是要负责所有什么灯控啦、服装啊、演员啊、左右舞台之类的，对，有没有 set 好，有没有准备好这样子。就是提醒谁他的 cue 要来了，然后他的 cue 要被走的时候，你会讲一下。应该是帮忙盯牌吧，然后可能要管秩序之类的，或是订便当吧。我是音响组，是不是就像听到人家？整个后置、哦、包括他音响的一些收音。好，来二号麦也帮我来这边。他说我们的关系就像一本书，看外语好像没什么，翻开后却越看越入迷。可能就是音控之类的吧，就是负责音效这样。不晓得，我想象可能都已经录好了，然后只是按一个 play 这样子。那其实它的母座呢，就会有两个凹槽，我们只要对准一个凹槽，再平衡上下来。现在这个声音是要放给2000个观众听的，所以你要再大声一点。喂，喂，对，好，再可以。可以再近一点，你会手会越降越低，小心。有，刚刚是分到灯光组，可能是要爬高吧。就是应该要很高的点才可以，灯光才可以照得到这个应该要照的地方。啊，这种灯用手转紧就可以了。我今天分配在舞台组，我知道那个魏武营有一个旋转舞台，就会很期待说，等一下会不会操作到这一个区块？可能是过场，或者是说，比如说这个场要换到下个场，你可能有一些道具或者是麦克风要做一些移动。我知道这应该是一个后台 crew 的体验，然后刚报道的时候知道是服装组，所以蛮期待的。剧院进到歌剧院里面之后，分组开始工作了。这一段时间其实大概会是25分钟左右。标签哦，大张的标签，然后分到老师的休息室里面去。对，然后挂好之后呢，要确认一下有没有挂错。我们要做好其实这件事，就是让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就是这一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来，那边帮我靠过来一点，哎，靠近一点啊，靠近一点啊。来，我们往中间集合。舞台上的观众都加快哦。来，我近一点，近一点，近一点，近一点。好。
进不去，我身高也可以。没有挤过去的朋友，我说，我等一下说万位二路的时候，你们说加油加油加油，这样可以吗？加油加油。好，好来哦，万位二路，加油加油加油。然后后来把我们集合之后呢，那个灯暗之后，然后灯再亮，然后整个在上面的舞台旋转，让我非常惊讶。然后又扫到旋转的时候，又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在那边忙。你做一些角色转换，你会觉得哇，开始会觉得今天超乎我的预期的好玩。在那个旋转舞台的时候，然后就是会轮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剧场里面的分工，然后就会觉得，哎，一个演出它背后是由这么多人去组成，不只是它表面上光鲜亮丽的样子，对对对，就觉得还蛮感动。旋转舞台那一段，我的感动是来自于说，用音乐以及简单的呈现，可以让我们点出艺术跟人的之间的关系，那是一种温暖。最后有一段是。舞台上面的灯光都熄掉，然后舞台开始旋转舞台启动360度，然后四个角度都有可以看到后台工作人员一个操作的部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哦，心里面很暖，很感动。尤其是中间许多的角色转换让我非常的讶异，就是没有想到，我原本以为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体验这样子的幕后工作，但事实上我们成为演出的一个部分，然后又在舞台上，然后从那个工作者变成一个观赏者，做整个舞台旋转的时候，然后又到了我们坐到观众席，然后看着舞台上面，我觉得整个经历非常让我印象深刻。来去十一大木村 ，Go。整个灯光的转换让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体会，因为平常你在看表演的时候，是上面是有舞者，就是有表演者，你是在注意他们，但是从来没有这么纯粹看着这个灯光做转换，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然后后来就叫我们就坐嘛，本来是工作人员，然后转换成你就是一个观众了。在角色互换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有趣。
在观众席的时候看到那个影片的回放，真的看到它播出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感动。忙了一阵子之后，然后最后看到那个花絮，然后自己也在里面，觉得很感动，这样子。最印象深刻应该是最后，我们竟然可以看到自己正在做什么，就是那个黑白的荧幕那边。它不用真的是非常完整的全程记录，我觉得不见得要这样，尽可能就是在，比方说在那一分钟里面，五个组别的人都出现。我不知道技术上有没有办法处理到这一点。从你好拍完这一趴完之后，你要开始过档，然后一直到准备回放这边，加起来大概只有5到10分钟。我们一进来就是被摄影，然后马上就剪接，马上就呈现出来，真是太精彩了。怕到后面有变成了观众的角色去看待这个整个幕后工作人员在做的事情，这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对，因为它原本是让我们从事当自己是工作人员，到后面变成是我们去看待这个角色他实际的作为做法这样子，很特别的体验。每个组别我都觉得是一个成功演出后面的一个幕后的英雄。我觉得非常的享受，就是之前好像都是看表演不关自己的事，那现在自己变成演出的一部分，觉得非常的新奇新鲜这样子。Thank you.